特警二号车，特警三号车，黄埔七号车，请行一号立即前往处置。收到，特警二号已出发，收到，特警三号已出发，收到，黄埔七号已到达，收到，简航一号已出发，二号准接收已就位。我们会上，我们会上。突击已退就位。别慌乱，现场情况依然未知。请配合我们的工作，别慌乱。三号准接收已就位。 安静！一号已就位，编列画面回传。安静！五名劫匪两把手枪，一把霰弹枪，两名劫匪手持猎人。人质约10几名，集中在中央柜台附近，距离前方大门3米。控制人群，注意缓冲距离。别乱动！头功老实点。画面清晰。蹲好了。 心梗。 情况复杂，有一号根据现场情况统一调配指挥。各单位注意，接连情绪激动，突击准备。注意，是，行动。 都别动！否则大家一起炸死！
把枪放下！把枪放下！放枪！把枪放下！放枪！是不会炸的，你别害我，他刚才把那个火拆了，我看见了，他会炸的。松发式手雷拉掉保险，只要不松手也是没事的。他现在不是没炸吗？真的吗？真的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握紧他，我会带你出去。然后呢？换个地方让我炸死我！你不会死，我会把你带到防爆点。刚才挺勇敢的，做什么的呀？外科医生，我刚毕业。外科医生的手可不能抖。我控制不了，是交感神经引起的神经内分泌作用。看来学习还不错。可是您再分泌的话，咱俩可就没了。那我不分泌了。叫什么呀？米卡。还有姓米的呀？那我怕心米，我怎么办啊？米医生，听好了，我现在需要你站起来，跟我走出去。我不可能，我走不动。万一走路上说他炸了怎么办？我一紧张，我就是来给爸妈买结婚纪念日礼物的。我还没结婚呢，我也没有恋爱呢，我不能现在就死了。怎么我不可能？迷生，看着我，看着我。迷生，这事儿没这么复杂。你现在跟我走出去。说不定晚上还能一起吃个火锅什么的，但你要是不走，那咱俩就只能领盒饭了。听明白了吗？相信我，有我在，你不会有事的。慢点，我慢点。爸爸，防爆队，准备！准备好了吗？我数三声，你放，我按，从拇指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。好，很好。接下来四分也是一样，食指，一、二、三。好，中指了，一、二、三。最后两根，
无名指，一、二、三，还有一根，坚持住，一、二、三。 怎么办？不是警察。